你早，今天呢是4月27日，星期五早上的7点半了，早上的7点30分啊。那么现在来先看看昨天台湾539开奖，我们会员是没有中的，我们会员是用0102，那么他全天要开03、04、06啊。那各位，那这个是预料中的事情呐、啊。我们前天有中，昨天就没有中了。各位啊，赌博不这么好赌的，唯有我这种方法是对的。你们到月底之前已经赚了7车，昨天输1次啊，你通通不要熬，各位记住不要熬啊。这个到了上个月是中9次啊，希望这一次有3次里面啊，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一还能中个2次啊，最少不要超过，不要倒退了啊，最好10次都中。啊，这个有问题打电话到09790404092找燕记者。